今天是2020年6月19日，人类被病毒感染的第981天。全镇所有的感染者见人就咬。我作为幸存者，待在这间仓库里已经整整940天了。感谢那些支持我生命的汉堡，感谢商人在汉堡里添加海量的防腐剂，使他们在940天里依然保持着色香味俱全。但是所有的汉堡在5天前我都已经吃完了。我今天必须出去找食物，一旦我跨出这个门，无论是谁阻挡我，我都会跟他拼命的。你们想逼死我，我不活了，我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，你们不想让他死就给我吃的。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？别，这饺子没事给我捞个韭菜盒子也行啊。这个我知道，迟到，想把它带回去打打鸣儿。我这是只母鸡。哎呀，我没好意思跟你说，其实我家里养了个猴，最近不听话，我想当他面把他给杀了。就是杀鸡给猴看呗。那我这鸡死得多窝囊啊！你猴不听话，你能不能给你猴脑袋上戴个紧箍咒？你，玛丽，沈腾，沈腾，玛丽，你没被感染吗？太好了，你没被感染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拉开，太好了，拉开，我不。咱俩已经分手了。确切的说，是你劈了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搁这？算了，你呀，就是人类的悲哀。把鸡还给我，把鸡还给我。我宁可给感染者，也不给你。来找鸡的吧。嗯，该。哎，你别，别亏待他。嗷了。
我告诉你，我当年我没有劈腿，是咱俩分手以后我才再找的。那分的也有点快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？一二三志愿都改成了蓝翔技校。你知道吗？最终我以670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蓝翔技校。开学当天，全校师生夹道欢迎啊。你知不知道我最痛苦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专业呀。汽修、挖掘机、美容美发、水电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为什么改我的高？我问你话，你冤什么冤？回答我，你为什么改我的高考志愿？不是，别跳什么橄榄球了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回答我。啊！这个是我抓着的食物，我吃。必须得装感染者咬你。不是，这哪不行？这太疼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嘴还那么碎叨？我也饿，给我留一口。你咋就那么不懂事儿呢？危险仍然在啊。你干什么？衣服好滑，我手也滑。你流血了？正常，三年了，搁谁也得流血呀。你头流血了啊？不应该呀，怎么走这儿来了？把这个用这个包上去。这条短了。我再帮你撕一条。来来来，我帮你。你想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呀？禽兽！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说得我心绞痛。谢谢你啊，刚才你救了我一命。别谢我，我那是大爱。你想，现在人类就剩我们两个了，人类的繁衍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。你先把伤口弄好，要不然你流血了，他们闻着血腥味就都会找过来的。啊，找过来又怎么样？我的衣服也滑。怎么办？快跑。行行，不行，要跑我们两个人一起跑。不行，他们是闻着我的血腥味过来的，我要跑了，咱们俩就一个都跑不了。我牵制住他们，快跑！当年我改你的高考志愿，我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上同一所大学。你骗人！那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骗过你？因为我没考上。跑！